来人了，我家阿姨好。你好，哎呦，好久没见了，好久没见啊，看不见了。昨天上午去打那个预防针了嘛，然后晚上就发烧了。今天早上退烧了，还好点。那晚上遮一宿呗。哎呀哎呀，看我大儿子又哎呀哎呀的，这是又饿了，赶紧给冲点奶粉吧。多的放够呢，捂着包呢，捂着包看看那个宝宝，捂着包一放下就哭，一抱就没事。你喝上奶就好了。哎呀，一把那个不得，那是一心里塞大一点。嗯。嘴急。呀，谁给你办的呀？你看点儿，这样。嗯。看点儿。干啥呀？阿姨着急走啊？嗯。啊。着啥急呀？上班儿呢。啊。赶上今天上班，歇了好几天了。姐吃东西，那干的，吃什么？这啥的？哎呦，我们一会儿就那个走了。干啥呀？阿姨还给我奶，还给我奶给我给他送去那个烤串店。啊，上那上班啊？嗯、等会儿我送阿姨去、嗯。等会儿送完再回来呗。中午在这吃点饭啥的。你们这啊，这个那个神秘姐姐有点意思。嗯。哦。你也是店里不吃了，总不回店里开店呢。姐也没事就在这待着吧。对，啊，嗯，完了等那个神秘阿姨下班了，你们一起回去，是不是？我嫂子呢？我9点，我不吃，不吃。9点下班啊？不是，不吃。9点下班晚上。嗯。啊。别等我。喝这个，看。头一次看见这色了。嗯。阿姨吃草莓，这草莓没事。草莓没事，然后小胖子这能吃草莓。我尝尝这色头一次熟了，这还没熟呢，你看那色。没，这熟了。就这品种哈。哎呦，大儿子真可怜呐！哎呦，嗯。走啊！以前我妈在国内的时候。带两个孩子，一个我姐家的，一个我舅家的，我都带俩了，累毁了是吧？嗯、现在我们才知道，带孩子不容易呀、啊。那孩子一个有病什么，一起有病，俩都一起有病，俩传嘛。嗯。一个走完了，一个走完了，笑了，走吧，走就走啊。等会儿的我妈回店里，阿姨上班，姐在这待着啊。嗯，都慢点了。咱们在这吃点饭。呀，走啊，这个饭都不吃了。必须吃饭。这孩子可沉了，你再过两个月看看，你这更沉了。以后这胳膊可。随我俩吗？嗯，是可沉可沉。他们都说长得像你呀。对对对。谁说孩子长得像我？嗯。怎么像我呢？你俩当姐。好多那个网友评论说的。你说真的呢，当姐，当姐的，个姐，沉不沉姐？可沉了，实诚。嗯。一天一个样啊，我手机。阿姨也快抱着大孙子了。哎，我给您当过那个月嫂哈，您抱个小孩。阿姨小心点啊，他放屁哐哐的。要疯跑了。别绷着阿姨，绷窗户外边去了。嗯，昨天谁抱了的给绷了？小月。嗯。他这么玩多好啊！啊，对，吃饱了，家里没事，家里没人，就我自己带的早点。他都差那么那个走啊，还能咋抱？懒得转，折磨我呀！他天暖和了，可以带他出去转转。等过三个月之后，三个月前尽量都不让带。那个三个月以后。天暖和多接触人他就不那么闹了，但是出去够了你再回来有时候他也不干了。嗯啊，我抱了。
嗯，来吃完饭多好啊，但是阿姨今天不行，等哪天的。吃点饭。姐在这待着走不了了，给扣这块了。你还给我带会儿。你带孩子，我可以休息一会儿。我看孩子啊，看孩子啊，好好看的啊。行。让红休息休息。我好好给那个看会儿孩子。哎呀，走林子。好，谢谢。哎呀，这。阿姨来就来呗，买这东西干啥呀？你想买？你别出来了。拜拜，阿姨。哪天一起吃点饭，下班走了啊，阿姨。拜拜。谢谢阿姨。你进去吧，回头你照顾一下，慢慢吃，慢慢。拜拜。阿爸娘，行。我跟大胖还没吃早饭呢，让人煮被窝了。就是平时起来的也挺早的，就昨晚孩子发烧整的。那个节目呢，睡不好觉呗，是吧？我俩轮班给他看着，哎，量体温。看我家 Lucky， 就蹲在草莓旁边，他想吃啊，是不是？啊，姐看他跟视频里一样吗？视频不得耳窝擦锅。啊。都那么说。在视频里显得大，一点都。啊，不仅那三胖那个一点都不胖。一点都不胖。但也不瘦。因为咱们拍的是原视频嘛，嗯，所以一点也不看着胖，最标准了，这个，过去，我自己待着的话，有的时候上厕所我都抱着他，哎呀，不行，走不开，看小孩没力格，站不站哪，他的手就不敢来。然后姐天天让我发那个小孩视频，是，一天看好几次，一样的视频都看好几次。家里也没啥吃的，等晚上吃点好的吧，是不？嗯。赶紧来吃饭吧，姐。你过完了，我洗一下手。少吃点。这顿饭就属于早饭和午饭了。一般我们现在都两顿饭。这我岳母包的饺子，神秘阿姨给我们的腊肠非常好吃。姐，你尝尝腊肠，然后这是神秘姐姐给我拿的香油。姐，这半瓶都是我自己吃的。是吗？啊，愿意吃香油。我愿意吃香油。啊，我妈对她不吃啊。嗯，我妈这是我家的牛肉酱，没啥菜，姐对不一口啊。啊，今天不管吃，我在家还不吃呢。给你们添麻烦干吗？不管。添啥麻烦？姐想的总是那么多呀，老为我们考虑。早，姐其实早就想来看孩子来了，可得多，嗯，就说孩子太小啥的，是，完了看视频，别人都来看了，还着急了，后来天天早就这样的，罚了一口凉菜，嗯，煎肠还是腊肠，嗯，往往都干的我带了我妈，肯定得着急干就完了，等饼店对出去了。相聚的时候就少了，是吧？姐没事来我家玩了。找光哥去，上来就睡睡。但是像我爸我妈那不方便了，农村嘛。你看，像张小月家离得这么近的话，就方便，是随时随地都能去。来我家呗，完了想去农村时候咱们再一起去，是吧？现在都吃完饭了，看我儿子。自己待着多乖，是吧，儿子？嗯，哎呀，乐了，大儿子，哎呀，乐了，哎呦，嘿，玩吧啊，晚上睡觉啊，姐，等我回来啊，别走，听见没？